问题自己解决，起诉赔钱不在乎，但第二季不能不播。经历了很多因著作权问题无法播出的遗憾之后，大家的诉求现在也是出奇的一致。看到白夜追凶的编剧被起诉，最先想到的还是第二季能不能正常播出的问题。大家会有这样的反应一点也不奇怪，因为第一季的白夜追凶着实算是爆款网剧中的翘楚，豆瓣评分也高达 9.0 分。这部剧不仅让潘粤明再度翻红，给编剧带来的影响力也是无以复加的。毕竟对于连剧来说，一个爆款的诞生就意味着更多资源的可能，而且第一部大火之后，制作方也放出消息会原班人马制作第二部，这也是让无数粉丝翘首以盼的。让人始料未及的就是，就还没到2019年就出了波折，自称是白夜追凶编剧前女友的陈琼琼，一纸诉状和一篇长文就将编剧韩冰的个人创作言论狠狠打脸，并提出白夜追凶这个作品是二人一起创作的，且他本人并未给予任何授权。除了这些言语说辞，他还晒出邮箱往来作为证据，长文看下来也是有理有据，可信度还是很高的，就是不知道韩冰会做出什么回应。现在的影视剧市场涉及到版权问题还是比较敏感的，不管是原著涉及抄袭，还是像这样没有拥有完整版权，都会影响到影视剧的播出甚至收视率。像《如懿传》就已经一拖再拖了，但是《白夜追凶二》感觉是不会轻易凉凉的。首先第二季预计是在2019年播出，这中间还有很长的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情，相信是可以圆满解决的。其次，现在也只是陈琼琼的一家之言，具体的定论还是要等判决结果，也许有反转也说不定。最后就是从陈琼琼的诉求来看，他也没有要毁掉这部剧，两个诉求，一个是要侵权的编剧承认并道歉，另一个则是希望播出平台追加他的署名，所以只要双方妥善处理，这件事还是可以得到很圆满的结局的。只要解决了，也就丝毫不会影响到第二季的播出。你们觉得呢？ The End 免责声明，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